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今集《坚持开封》啦。咁今集咧，我就会同大家开封呢一个《神雕侠侣》嘅动画版嘅。咁样咧就系由一间即系由日本嘅动画公司啦，同埋香港嘅动画公司啦，即系翡翠动画啦，就咁样合力制作嘅一套动画嚟嘅。咁其实咧，佢就有三部嘅。咁呢个系第一部啦，《神雕侠侣》啦，或者叫做《神雕侠侣：古墓奇缘》咁样嘅。咁另外咧就有《神雕侠侣》二雙陽風雲啦，同埋三十六年之約，係啦，咁就佢其實呢一個已經係古董嚟㗎啦，呢、這個因為佢呢個初初出嘅時候咧，就係、是、你都見到係華納公司嚟嘅，咁同埋無線即係翡翠動畫出咁樣啦，咁另外就到後期咧第二部嘅時候咧，即係雙陽風雲咧都係由呢、這個翡翠动画出啦，同埋华纳出嘅，咁就但系后屘咧就嗰、那个双人风云咧有另外一个版咧就系、是无线自己出嘅，就入咗剧集方咁样啦，就连埋一个嗰、那个第三集系啦，就一齐出咁样嘅，就一出就出咗二三集咁样，咁样就当然包装都唔同啦，咁同埋嗰阵时啱啱出系贵啲嘅，咁我而家就。我都唔知道有冇得買啊！即系二三集，不過就其實第一集咧就真係即系點講啊？即係比較好睇啲咯，因為係由日本即係做啦咁啊。因為咧，如果你哋有留意到嘅話咧，去到後期咧嗰、那個第二、第三集咧啲畫工咧係大幅下降咗嘅，係啦，咁啊好唔自然啦。不過都算係咁噶啦啊！不過就即係第一集即係。一定要買啦，因為即係其實最好睇即係第一集，咁就即係呢個第一部啦嚇，咁啊即係最好睇係第一部啦，咁另外就其實咧，你會即係你睇咗第一部咧，其實咧佢講嗰啲嘢咧根本係點講啊，即係可以係俾你自己無限去補完嘅，其實已經根本就唔需要有第二、第三集，係啦，因為咧如果你有留意一個好特別嘅嘢咧，就係咧嗰個。小龙女咧，到最后咧，咪同阿杨过咧坐嗰个船嘅，即系离开绝情谷之后，就好似话翻去古墓噶嘛。但系咧，佢已经系着翻咧古墓嗰件衫咯。但系去到双阳风云咧，就唔知点解咧就着咗另外一件咯。啊，就系、是、都唔即系嗰啲叫咩，都唔连戏嘅啫，都唔跟翻。唉，所以咧，其实咧，我觉得咧，买咗第一部咧已经 OK 嘅，系啦。咁就俾大家睇下。即系我都讲咗好耐啦，咁就而家咧就俾大家睇下嗰个包装先。咁呢、這个上部啦，呢、這个下部啦，咁有上 part 下 part 咁样嘅。咁第一 part 咧就系一至十二集，咁下 part 咧就系呢个十三至到二十六嘅。咁话咧就有呢、這个嗰啲。戰鬥卡送喎，咁啊，唔知即系我估啦呢個應該就倉底貨，應該咧就有卡送嘅，系啦。咁如果係中古品都冇計啦，冇卡送，唉，系啦。咁俾大家睇下，睇清楚啲先。啊，咁呢度咧就有國證喺度啦，嗰、那個歐陽鋒啦、小龍女啦，同埋楊過嘅，其實呢度仲有個李莫愁，呢度仲有個金輪法王嘅，係啦，咁就一陣間打開佢睇下先。咁睇翻呢一個，即係睇翻呢一個最主要嘅封面先啦。因為咧到後期咧出嗰啲咧冇咗呢個卡送咧就咁樣咯，即係正方形一盒咁樣嘅嗰啲碟係。其實我好耐之前已經想買嘅，但係就揾來揾去都揾唔到，點知就後期去到。八月几啦，咁啊，又喺啲中古铺嗰度一揾，就揾到啦。即系初揾到一盒嘅啫，揾到一 part 嘅啫。咁啊，大佬一 part 冇用噶嘛，系咪先？咁我即刻揾，点知又揾埋 part two 啦，即系齐晒咁样。哇，真系唔买都唔得。我嗰阵时系开心到即刻揸住套碟咯。系啦，咁就呢度写住《神雕侠侣》啦，呢个系金字嚟嘅，金色字。咁样嗰边咧就系银色字嚟嘅。第二部嘅时候，即系嗰、那个。唔係第二部啊 ，sorry， 係拍即係下拍嘅時候，呢、這個上部下部咁樣啦，上部就係金色字啦，下部就係銀色字啦。
系啦，咁就欧阳锋啦，金轮法王啦，金轮法王啦，黄蓉啦，郭靖啦，神雕啦，仲有一阳子啦，系咪朱子啊？呢个好似系，呢度就一啲蓝色同埋白色咁样一间咁样啦，侧边都有一个嗰、那个神雕侠侣啦，咁啊原著就系呢个金庸啦。同埋華納啦，咁啊呢邊都一樣嘅，另外一邊咁啊頭頂呢個位咧就又係神雕俠侶啦呢、這個字，咁啊有楊過啦、小龍女啦、郭靖啦、李莫愁啦、洪七公啦，同埋呢個周伯通嘅係啦，咁係咯，咁睇埋呢邊啦，呢一啲我一陣間咧會再講嘅呢邊，咁呢度係第二部即系十三至唔知几多集啦，即系啊，边个会上雪山噶嘛？杨过呢啲就系遇到嗰啲嗰堆人，但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啦。因为都其实啲角色我觉得唔系咁重要啦，呢四件。咁呢个系公孙子啦，同埋呢个霍刀啦，系啦。又系郭靖啦，呢一个咧就系李莫愁个徒弟嚟嘅。咁啊，杨过小红女啦，系啦。咁呢边就绿色啦。下部嘅嗰個包裝就咁啊，側邊就寫住神雕俠侶啦，咁就金庸啦，咁啊下部啦，十三至到二十六集啦，同埋華納嘅 logo 啦，咁後邊就係咁噶啦，側邊咧都係咁嘅，咁頭頂嗰度咧就同頭先嗰邊係一樣嘅。啊，我呢邊好似冇俾你睇過，咁啊而家睇埋。上部就是这样的，后面就是这个降龙十八掌，郭靖，之后还有金轮法王的徒弟，还有金轮法王，小龙女，还有杨过，这里有个正货标签，这个很重要，有些剧情简介，翡翠动画呢，咁啊，同埋有讲几多分钟啦，同埋咧就话分上下部推出啦，咁样嘅，系啦，好。咁呢一边，嘅后面就系嗰个黄重阳啦，同埋祖师婆婆林朝英啦，如果冇记错嘅话，咁啊公孙子啦，呢、這个又系郭靖啦，咁啊杨过小龙女啦，同埋呢个郭襄嘅。咁啊，正货标签一定唔少得噶，咁同埋一啲简介啦，即系基本上我觉得呢个设计包装系几好嘅，系啦，咁就好啦，我哋而家开封佢，睇下里边系咩样，有冇对战卡喺度先，好。系啦，咁话咁快咧，我就开封咗啦，系啦，开封咗佢哋啦，咁就打开咗个包装咁样。真系不得了，真系咁嘅古董都俾我揾到，我真系好开心，讲真。咁啊，以前租碟咧，就呢度咧就会有块人哋就会拎起晒啲嘢啦，当然，咁就会有整一啲白色胶咧，就咁样挡住啦，咁样嘅就俾你租嘅，系啦。好，咁啊，而家睇清楚呢度讲咩先，头先都冇讲过。咁样咧就玩咗六款全球限量极稀有。对战卡包括闪版人物卡，咁啊除 VCD 合集咧，即系呢盒嘢啦，咁就话咧会送其中三款嘅，即系随机啦吓，系啦。咁另外呢边都系啦，呢边讲啲嘢唔同噶噃，呢边就话咧全球限量加强版对战卡增至十款，咁啊包括闪版人物卡除 VCD。合集附送其中三款咁样嘅，即系呢、這个呢盒嘢，系啦。咁啊，读完呢啲我就事不宜迟啊，我哋而家打开佢睇下有啲咩先。好，咁啊，呢度有包卡啦，系咪？系啦，呢度包卡都啊，哇，真系有卡噶噃，仓底货嚟噶，正喎。呢度有嘢顶住佢啦。要嘅呢啲小意思啊，真系。不过呢盒嘢真系正，讲真的。嗱，我都话有金轮法王，
李莫愁、欧阳锋啦、郭靖啦，咁啊呢度写条飞埋，真系不得了。之后呢度有啲 warning 咁样啦，啊整货标签啊，哇好似黎士峰咁啊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嗱嗱，唔系作大啊，仲黐紧噶，真系仓底货嚟噶。不是中古品，中古品没有这些送的，知不知道、啊、好放下先、啊、这里是不是太污糟所以才会这样，不是，不过 OK 的、啊、这样就很精美，它的费事呢就整到一些碟可能，所以呢它呢就呢、底那里就有块那些发泡胶剪一剪的，那、啊、OK 啦，系咪啲碟同碟之间个底咁啊，垫住咁啊，唔系整翻啲碟啊？咁OK 嘅，即系如果佢有套啊，更加好啦，系咪先？系啦，咁呢个系第一只碟啦，红十八掌嘅郭靖啦，咁就第一只碟嚟嘅，咁啊一至二集啦，呢个就三至四集就第二只碟，咁系杨过嚟嘅，就捉雀仔。剪翻少少，咁啊呢个劲啊呢个，阿杨过同埋呢个小龙女啊，咁啊玉女心经嗰集啦、啊，呢、這个场景系喂呢、這个中间就哇哇甩咗，哎呀甩咗，甩咗添，大都滞，甩咗个粒嘢，哎呀，系论尽，好整翻好先。咁就呢个系第三集，sorry 系第三只碟，咁啊五六集嚟嘅。咁啊呢个李莫愁啦，第四只碟七至八集啦。咁呢个系嗰、那个叫咩名咧？绿无双啦，呢、這个唔知耶律系咪耶律乜啊？呢、這个我唔记得咗耶咩啦，呢、這个。这个就杨过啦，诶系啦，咁呢个系第五只碟啦，就系九至十集，呢个就系戴咗面具嘅杨过啦，咁就呢个系第六只碟啦，呢个系，咁就系十一至到十二集嘅，好，我先摆翻只碟放先。一阵间先睇下啲卡啊，咁呢个下部啦，咁啊睇埋啦。我真系发梦都估唔到自己居然可以买到呢套嘢，真系正到不得了。咁呢个系有嗰个幽真人啦，嗰、那个阿公孙子嗰个部下呢、這个嗰条僆，唔记得咗叫咩啦嘢。然之后呢个系公孙子后生个样啦，然之后呢个系个女啦，公孙咩望啊，叫做唔记得咗啦。呢个应该系林朝英嚟嘅，然之后小龙女啦，呢个系啦，我有啲突突地添，太耐冇拍过开封片。呢个杨过啦，唔使讲啦，咁有只神雕喺度啦，系啦，咁后边就喂，咦，原来我头先冇留意喎，原来呢边都有啲公仔喺度。不过就红色好似黎士峰睇唔到，呢、这个就清楚啲嘅。呢、这个就系白色底咧，所以就睇到系有呢一扎人个样喺后面都有出现嘅。咁啊，唔知系咪因为耐得滞，甩甩地色，定系还是本身人哋个 design， 我真系唔知道。好啦，咁一阵间我哋就拆开睇下月亮包。好，继续。咦，佢呢个唔知有咩喎？呢啲系想当年嗰啲嘢，想当年嗰啲，哇，几咁 N 年前啊，真系几多年前啊？嗰啲对战卡比赛超搞笑，真系几多年前都冇讲，系咯，嗰阵时好巴闭，有一盒买噶嘛，俾人哋之后，但系我记得嗰阵时佢有好多仿制品嘅嗰阵时。有冇讲几多年前啊？呢、这个应该都好耐，神雕侠侣都
真係好耐歷史啦，已經。即係我講呢個動畫，我睇翻有冇日子啊？講幾時出嘅？喂，俾人面好喎、啊，點解冇講幾時出嘅喎、啊？哦，2003年啊！2003年咪真係好似沙士嗰年，大家睇到嘛？2003年出噶，之後後屘到後期，好耐好耐之後先至出曬成套，係啦，好，我哋繼續。咁呢個係用緊呢個打狗棍法嘅楊過啦，咁呢個係第七隻碟啦。就13至14集嘅，咁啊呢个系杨过同埋小龙女啦，就系、是、第八只碟啦，咁就系15至16集嘅，咁呢个就系、是、又系金轮法王三师徒，咁啊第九只碟就17至18集，呢个就系铁枪庙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大叔啦，咁啊李莫愁啦，呢个第10集嚟嘅，咁就19至20集。咁喺呢度咧，就楊過咧就知道佢阿爹咧就點樣死嘅，係啦。好啊，咁呢度咧就老頑童啦，周伯通咧就對呢個阿公孫子嗰個部下啦。咁啊，呢個第11集嚟嘅，就係21至22集。咁呢個係小龍女啦。咁呢个咧就系12只碟嚟嘅，第十二只碟，咁样咧就系23至24集嘅。咁呢个咧就系大结局啦，就系25至26集。咁啊，第13只碟吓就杨过同埋小龙女，系啦。咁就其实睇完第一部，其实我觉得唔使睇嘅，即系其实佢做到嗰个 feel 咧，已经好似系俾你观众无限去补完咁样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咧就开埋呢两包卡啦，咁啊开包先啦，可唔可以唔好太大力咁样咧？呢轮都唔使几大力拆喎，可能因为原本谂住惊一搣就烂，可能因为咧摆咗都你谂下，我而家买啲饼嘢就系2015年，佢系2003年出，俾人摆到而家，真系啊啲胶纸都冇乜力，啲卡唔知系点咧，睇先。喂，啲卡我拎唔到出嚟喎，我唔系拎到，系啦，咁啊，我拎晒出嚟噶啦，咁啊，呢边有3张啦，呢边不如拆埋佢啦，一次过睇啦，好嘛？好咯，唉，拆埋佢啦，哇哇哇，我硬系觉得好似呢边会唔会好啲啊？呢边剥啊，咁难剥嘅，咁多年都唔化，大佬，就系、是，其实有阵时我都唔知嗰间。买中古品仓底货嗰间碟嗰啲货喺边度嚟嘅，就系咁都俾佢揾到，啊有3张嘅应该系，好，咁、我已经拎晒呢边嘅3张出嚟啦，咁啊可能你哋其实已经睇到啦，喂一样嘅喂，唔得、啊，我唔 like 嘅、啊，嬲啊真系唔得。之前我听人讲话有欧阳锋啊、洪七公嗰啲，就话一定系包装咗，一定送嗰几张。点知原来又要抽，真系麻 Q 烦，麻 Q 烦啊！真系。咁啊，呢个系洪七公啦，咁呢个就系蛤蟆公起咩啊？起手式啊，系啊。然之后呢个咧，我灵芝嚟嘅，有几过瘾嘅。以前我都好似买过呢啲卡。好似都买过以前，啊《神雕侠侣对战卡》，大家见过未？咁多位观众有冇印象曾经玩过呢啲嘢或者见过？如果有嘅就可以啊，俾啲 comment 我咁啦 ，comment 啦系啦，留下言咁啦。咁好啦，呢边就开完啦，摆翻七公喺度先。一边就系、是、系咯，真系好唔满意咯，居然系红七公。不过佢闪字真系特别嘅，我都未见过。又是灵芝，怕我不够补啊，要灵芝的啊。
咁啊，呢个系唔使讲啦，唔使讲啦，冇乜特别嘅一样。我就记得嗰阵时好似话有一个系送第二部嗰阵时咯，就系、是、送杨毒俾杨过嘅，好似一定系送啊，好似话。咁呢个就系新娘小龙女啦。咁呢个我记得嗰时我唔知睇 Coco 啊，定快乐龙啊，好耐啊，嗰阵时读紧小学系有提过系。真系有呢一张嘅，好似话咁啊！呢一张几特别，即系呢一件衫啊，讲下小龙女着呢一件衫，因为好似应该普通系冇嘅，即系买嗰啲卡系冇嘅，好似系买碟先送嘅呢张。其实我都唔肯定，如果有观众记得一啲历史嘅话，可以同我讲声啦，系啦，就帮我在下面那裡更正回我的，是隨時歡迎的，更正我的那些，是的，那就今次的是的，那今次的神雕俠侶 VCD 開封呢就來到這裡了，是的，那就下一集，那嚟紧希望咁就希望嚟紧系啦，咁嚟紧咧会同大家咧分享更加多资即系系啦，咁嚟紧我会同大家继续分享更加多嘅碟嘅资讯嘅。好啦，咁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，下一集我哋再见啦，咁多位观众，拜拜。